好，主播各位观众，前富邦悍将啦啦队富邦 Angels 队员友游周末在一中街举办一日店长的活动，今日他宣布暂时离开富邦悍将，不少粉丝还是利用难得的机会来参加他的公开活动。友游也跟潮牌店合作推出属于自己的衣服，然后这个设计呢是上面有一个 U， 就是代表我的意思，因为我是友游，就是 UU 友游，然后下面是就是一颗爱心的棒球，就是我很热爱棒球，跟大家一样。好了，活动是下午2点开始，不过有粉丝呢，第一位他可是早上9点就来排队，提早了4-5个小时，就是希望说能够近距离跟友游来互动、来接触哦。而特别的是呢，其实众多粉丝当中还是有女粉丝的，不难想见啦啦队应援的商机跟魅力有多大。原本想说哇，那么短时间会不会就是人比较少？对，结果今天超多人来，然后都大家都从可能南部啊、北部啊，就是外地、中部的也都有上来，所以就真的超级感动，而且我吓，就是来的时候有吓到。好了，有粉丝认为说这个友游离队很可惜，不过他也说目前是暂时休息。另外呢，他有自己开摄影棚，那至于未来会不会再加入其他球队，或是回到富邦悍将，他也没把话说死。现阶段跟之后都不会排斥任何的活动。以上是我们掌握资讯，时间交还给国内主播，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